嗨，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嘟嘟 at， 马上就要开始啦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Kitty 和 Casey 是好朋友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玩。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啊，就是躲猫猫。今天他们又来玩躲猫猫游戏啦。瞧，他们已经躲到杯子的后面去了。Kitty 是粉色的蝴蝶结 ，Pink。因为 Kitty 是白色的，所以我们留白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涂颜色。兔子 Casey 是黄色的蝴蝶结 ，Yellow。淡粉色的皮肤 ，light red。绿色的叶子 ，green。红色的果实 ，red。左边是紫色的花瓣 ，purple。右边是红色的花瓣和黄色的花心 ，red。蓝色的杯子 ，blue。黄色的条纹和把手 ，yellow。瞧 ，Kitty 和 Casey 在玩躲猫猫游戏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杯子中间的那个水果叫什么吗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，我会回复你的。